圈还是看人啊？你当我眼瞎呀、啊？在我跟前跟人眉来眼去的，你收拾东西给我滚！好吃，确实不错。魏老喜欢就好。妾今日新学了几首荆州小曲，不如弹来给魏郎和齐娘子助助兴啊。不用了。好啊，有老板娘了。嗯，走吧，你也想听曲儿啊？青青，陪我喝一杯。大中午的喝什么酒啊？你看啊，有美味佳肴，有美人，有美人，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？敬卫郎。嗯。我可算是看明白了，你那么好心的想服侍我，原来你安的这个心啊！没有，青娘子。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青青，闭嘴！你没有，你不懂，你没有的是什么？你不懂的又是什么？青青只是听个曲子，何必呢？听曲儿？嗯，你是听曲儿还是看人啊？你当我眼瞎呀、啊？在我跟前跟人眉来眼去的，你收拾东西给我滚！青娘子，你行行好，我若是走了，赵郎会打死我的。我的奴籍在他手里，我能走到哪里去呢？秦娘子，你行行好吧！再不走，看我怎么打死你！哎，青青，青青，你别冲动！你给我滚！青青，别冲动！青青，别冲动！别拦着我！青青，你给我滚！青青，你让我再看到你！你快走啊！来，青青，你再不走，我也顶不住了啊！不是，打他，打他！哎，别，青青，青青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！青青，福妹，别让我逮住你！别再回来了啊！说，你泼起来也是一绝呀、啊！你以为我容易吗？这很累的，难怪我那些姊妹经常抱怨，说在府里纷纷扰扰。也不知这样能不能让他消停两日。不好说，赵冲应该给他下了死令。我今晚就得走，我会把庄月带上。陆源这边。就靠你撑住了，你安心去办事吧，我可以的。若是有事，你就哭，我便会知道。那万一你有什么紧急的事，可怎么办啊？相信我。